捕捉台前幕后的美丽瞬间，感悟古典时尚的浪漫约会，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新生代的舞台与生活，感受他们的点滴成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青春戏院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宝乐。我是主持人董毅。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同样有一个主题，我们邀请了一个剧种的青年演员，那就是越剧。董毅啊，我参加过越女争锋的两次比赛，深深的被越剧所吸引。我知道您通过这样子两次赛事啊，对这个小生的各个行当、各个流派都非常的喜爱。当然了，你喜欢小生，我最喜欢的小生加花旦，龙凤配是最美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几位越剧的小生演员。说到这个越剧的小生呢，我们知道有范派，还有这个尹派，还有这个毕派等等等等，太多了。那今天来的究竟是哪几个流派的青年人呢？让我们一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首先我们用掌声请出第一位青年演员。有请。大家好。看见了没有？今天带着粉丝，带着啦啦队来的是吗？我们这些乐迷们都坐在台下啊，共同喊出了他的名字，杨廷娜。杨廷娜有一个非常好的绰号哈，叫杨帅。这是我们杨刘思琴取的。好帅啊！没有。就说咱们杨廷娜这个流派吧，您学的是徐派，徐玉兰先生创立的徐派。对哈。我听说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差点让你学旦角是吗？对，其实我走进越剧的殿堂，其实老师都说你这个脸型也可以唱花旦，也可以唱小生。当时他让我自己选择，你喜欢哪个行当？我不加思索，我就说肯定是唱小生，因为我性格都比较直率的。你学了小生行当哈，我们也知道小生行当呢有很多的流派，除了徐玉兰先生的徐派之外呢，还有像毕春芳老师的毕派呀，陆锦花老师的陆派呀，还有范仁杰老师的范派等等。那你为什么要对徐派情有独钟呢？我在戏校里其实两个流派都有唱，徐派跟范派。对，都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事后就是说，徐兰老师来教了我一个库祖庙跟库林，他觉得我的嗓音声线其实挺适合唱徐派的。然后第二次他来教我的时候呢，当中期间呢我唱了范派，就是说发声的位置改变了。然后徐老师很生气，你这段时间在唱什么呀？我说我这段时间在唱梁祝啊。然后他就很不高兴，跟我们教研科的科长说，既然选定了一个流派，你就让他唱下去，因为他的发声位置真的不一样。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范派就一点都不唱了，就完全唱徐派了。这个我发现这老师真是行家哈。那当然，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老师呢，对学生看的可能是最准的。他觉得你适合。你第一个是适合了以后呢，是事半功倍。不适合呢，是事倍功半。对，它正好是这个，正好成相反的作用。是，如果你适合这个流派，加上扮相俊美，嗓音高亢，越唱会越找着感觉。杨廷娜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呢，也要给我们带来一部你的这个大戏哈。我听说在你很早的时候呢，院里特别重视青年演员，给你排演了一部大戏《玉簪记》。玉簪记呢，其实也是我们惠丽老师的那个原创。钱惠丽。对的，钱惠丽老师是我的老师。对。然后当时是推出我的个人系列专场，都是我们惠丽老师的原创剧目移交给我这样子。然后就其中有一部是玉簪记。那今天呢，你作为第一位出场的演员哈，一定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你的特别喜欢的剧目，好不好？好。打算给我们带来哪段？玉簪记偷诗。好，来，我们欢迎。Thank you.
光，但他一往昂为两心恩爱一难分，天赐你我配成对，你是冰清玉洁的姊妹，我愿乘风化雨不相来，你是一阵不转云中去，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第二位出场的青年人呢，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尹派传人。嗯，来，我们有请王青。有请。你好，王青。你好，你好。王青和杨婷娜之前认识，同学，同班同学哈，室友，对，同事。那你们俩一点都不陌生了？不陌生，不陌生。也经常会看一下对方的演出吧？有，那我们一合作演出也很多。对对对，好。这个尹派啊，我特别喜欢，尤其是特别喜欢那个妹妹呀、啊，就是那一句这个《红楼梦》吗？这句话可以迷死很多人，太迷人了。哎，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往一回，我那个鸡皮疙瘩全起来了。你为了让董毅鸡皮疙瘩起来，你要把这个妹妹在这念一下。想不想听啊？哎，来来来，给点掌声。妹妹。妹妹啊，哎呀，王青特别佩服你啊，也觉得你特幸运哈。你的老师是赵志刚，哎，越剧王子。谈谈什么时候跟老师认识的，结缘的。其实我跟他结缘，应该说只有我那个时候只有11岁吧。还在学校是吗？对，我那个时候还在读6年级。也是乐迷。哎，对，小乐迷。嗯。但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些那个业余的培训班。他那个时候演了一个《疯人院之恋》嘛，当中要有一个小女孩做他那个外甥女。那剧中的人物，对，剧中人物。那后来就到很多那个业余团体去选嘛，然后看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唱尹派，我特别喜欢尹派，也很崇拜赵志刚老师，那个时候就结缘了。他觉得我唱的还不错，也有一点点灵气，那么就试一试吧。那一试他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合作了这一个大戏。我们知道这个尹派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剧目，有一部戏呢，王青呢特别幸运，在这个外景的粤剧电视连续剧《何文秀》当中扮演了何文秀。何文秀，对。嗯，拍这个外景的电视剧和舞台演出有所不同。舞台演出呢、是一气呵成。对。那么拍外景电视剧呢是分镜头的。其实那个我觉得差别挺大的。嗯。因为舞台嘛，你离观众的那个距离很远。可以直接交流。对，幅度要大，你的一个眼神、一个亮相都要特别精神，要特别，因为距离远。对。但是你在那个镜头前面，你就不可以这样。一旦给你推一个特写。对呀、你觉得你很奇怪。哎。就特别生活。你被 NG 了很多次的一个镜头，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主要是眼神。主要就是眼神的问题，就太夸张了。对对对，太夸张。脸上表情幅度大点。就出来一个亮相，就觉得你干嘛呢？怕别人看不见你吗？特别是你很深情的看着你的妻子，那个眼神，你好像觉得你太夸张了，觉得像色鬼，你知道吗？哎，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如果在舞台上的时候看见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是那种。来，给我们个特写啊，给王青个特写，来。就是看。怎么这么漂亮？就是这样，还要盯着看的。那你生活中不行啊，你一定啊，哎呦，很好看，很漂亮就可以了。嗯，电视剧里呢？电视剧里？电视剧，哎呀，很漂亮的嘛，
很随意的。说到尹派的这些剧目，您喜欢什么？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剧目之外，哎，当然了，尹派的剧目当中哪一个都好听。我特别喜欢听赵志刚的《沙漠王子》。是，哎，除了《沙漠王子》之外，我还喜欢一个，哎，《盘妻锁妻》当中的《洞房悠悠》啊，对对，是。那我们有请王青为我们大家演唱一段。好的，好的，好，来，有请。谢谢王青精彩的演唱。那接下来咱们同样响起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位青年演员。好，掌声有请。有请李晓旭。请坐，李晓旭。主持人好。晓旭好。哎，说到李晓旭呢，很多我们在场的朋友肯定不陌生哈，也知道他是哪个流派的。他的这个流派我爆料一下，有很多喜欢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位啊。那我刚才说爆料的时候，他一直在听音乐，听什么音乐呢？就是他从事这个行当的音乐。您要不给我们唱一下。他从事这行当就是小生嘛。是啊，他这个流派啊，流派是B派嘛。哎，您说出来了，那您唱一句啊。唱一句不成，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您就是不哼一句是吧？不是，我主要是在这里，主要是大家观众的掌声不太热烈。没有没有，班门弄斧不合适。那我就跟那个小旭学了啊。跟我学。小旭教我啊。您打算唱一句什么吗？眼眉眉呀，我想你。
提起笔来把事忘记。啊，好不好啊？哎，李小旭，你快点评一下，你是专业演员呀？啊，我怎么样？你请你点评一下。赵宝乐选手演唱如何？点评一下 B 派粉丝演唱。唱的蛮好的。我就害怕您这节目播出以后，毕春风老师啊，托李小旭转达，说这个你劝一劝赵宝乐，还是改唱尹派吧。啊，别介，尹派来不了，那尹派要求的条件呢，可能跟我不太相符。毕老师呢，对你们这些学生就像孩子一样，是吗？对。老师经常，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吧。我那时候夏天年轻人，我就穿一件吊带衫就跑过去了，然后呢他一直指点我戏，然后过了几个小时我要走了，他说小旭来我给你一件衣服，我说啊，他说我送你件衣服，那我蛮开心的，然后他接下来讲的话我就懂了，他说你把这衣服披上呀，出去呢就好看，他没直说，然后这呢我说披着衣服不热吗，然后他说等一下，这他你看这戏迷给了我条围巾啊，颜色太艳了我也围不了，你把这围巾围上也好看，让你包裹的严实点。对，然后我说哦，我说先生啊，就是我这个吊带衫不好看，他说哎，演员要注意嗓子保护，不能穿着这么那个的，我说哦，特别委婉的告诉你，这从此以后毕春芳老师所有的学生去都穿一吊带去，结果就回来都是满载而归的。什么人呢，老师要东西了。我知道老师呢还经常给你送点礼物，而且还给你送个发带是吧？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唱戏的时候，他又有很多小玩意儿，然后小生不是包头的裹头的什么的嘛，他就把这个他的过年的时候去拜年都走了，他说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回来我有东西要给你，然后我就杀回头了，然后他就给了我，当时是用白色的纸包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你以为又是一个围巾什么的。我一打开我当时感觉就说不出那种开心喜悦那种，他激动啊，他把他年轻时候用的那个小生的发带什么给我了，发带现在还带着呢吗？啊，带了带了啊，给我们看，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都是他年轻时候亲手自己做的。哦，这是自己做的，自己亲手自己剪裁剪的弄的，上面贴的是亮钻，亮钻哈，好灵不灵的，很漂亮，这是这个老师用心良苦啊。对，哎，我们看一下这一张照片，是你跟老师的合作，嗯。这是在什么时候照的？这个是在他70周年庆的时候，毕派他那个艺术70周年庆的时候。那你扮演的这个剧中人物是？是他特地给我挑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徐元载，18岁那场。那时候我小，他就觉得我适合这个戏，他就给我挑了这么一段。嗯。然后当时这张照片也是他先生吴伯伯给我们照的。所以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哈。对。到现在也好好的保存。对。你跟老师学了好多戏吗？对，也就是他的一些传统剧目啊什么经常去他家指点我。比如说呢，像哪些戏？比如就说《十相思》吧，那次我紧张死了，我们排得好好的，然后那个正好《越女争锋》陈文婷，那个我们排的时候，毕老师因为也丁小蛙师姐啊，然后傅新文老师什么都在，然后呢他起来他说你要难过啊，他说你的难过的情绪不够啊，然后边唱就边做，老太太走走忽然滑了一下，整个人就倒下去了，当时我就看到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但我没站起来，我呆掉，我害怕呀，全身抖，然后后来把他扶起来，他就说哎呦姥姥姥姥我纵容了，我纵容了，他没有怪任何人，但没出什么事儿。毕春芳老师呢对李小旭他们呢特别的好啊，而且呢有一些戏可能是没有什么影视资料，但是呢他会口传心授的教给你们。对对对，就像这次排的大戏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并没有什么影像资料，然后呢他找了他以前老戏迷才找到前半部的录音，而且是实况录音，很不清楚，然后呢我经常就去他家，他一句一句的教我这样子，然后把它录下来回去学。现在这个戏真正的搬到舞台上演出了吗？演出过了。演出的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吗？还是整出大戏？整出大戏演过了，但这次我带了一个片段过来。哦，好，唱给大家听听吧。来，我们欢迎。自
紫金金丝满架，丝袜琳琅，好一座雅致的四张哦。我倒是陪为四方张不与观看几心笑，想到哪里去了？哎呀，孔夫子，孔先生啊，你是一代四爷宗翁，只曾看百里长城，我不惧文章开你猜但求你得做月郎金丝松，莫怪弟子委屈你，世间难得小生已经聊半天了，接下来呢要隆重请出第四位小生，他是谁呢？掌声欢迎张雨峰。有请张雨峰。主持人好，请坐。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了，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喜欢你的戏迷粉丝啊，你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绰号，叫什么？叫什么？风风。嗯，风风。风风。所以喜欢你的这些戏迷呢，他们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绰号，蜜蜂。哎，蜂蜜。哦，蜂蜜。嗯，张雨峰呢，今天来到台上，我觉得看着他就是挺给人感觉挺端庄的哈，然后呢感觉是挺沉稳的，但是在戏校的时候我听说你特别调皮。对，就是应该这么说吧，我的性格其实从小的时候其实像男孩子一样特别皮，但是也是我们上海人说闷皮。闷皮。对，闷皮，就一个人在那儿玩。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在戏校的时候我练功，虽然说毯子功很好，但是呢练功的时候呢经常偷懒，所以那会儿我是专门有一个老师教我一个任务，就是专门要管一根小的棒。为什么呢？这个棒是专门就是打我们几个偷懒的人，因为呢我们呢是打的最多，因为是偷懒最多嘛，所以他说那这个棒就交给你管了，你每天呢带回去再带回来，就这样子。怎么也联想不到哈，您看他现在能联想到他原先是一特调皮的孩子吗？嗯，在舞台上能感觉到他迷人的风采。嗯，张雨峰呢，我是第二次约你争锋的时候看了他整个的赛程，对我很震撼。您对他的印象如何？就是那个台下下的功夫在台上都能体现出来，尤其是珍珠塔跌雪这一场，他那个表演你就感受到在台下下多少功夫，有的时候看着看着你就感觉到心疼，那个顶风冒雪那种感觉，在雪地里一步三搓的感觉，你就感觉到哦，这个越剧演员特别不容易，他演的是一个书生，实际上是一个女生，女生演书生演的既像男生又有她女生独特的魅力，你就感觉到哟，她下的功夫之大你就可想而知。张雨峰平常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哈，他除了自己本剧种的一些剧目之外呢，他还特别喜欢移植一些其他的一些艺术门类的作品，这叫博采众家之长，比如说像京剧的打金砖。嗯，对，还比如说像戏剧啊，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演员在台上除了他继承一些这些基本功，这些比较规范的这些戏曲规律之外，我觉得应该要多学多看，因为你因为作为我们这一代来说，我觉得我们看的好东西还是太少了，所以一有好的戏好的演员来演，我觉得就应该去学习，因为你学会了怎么作为一个观众，那么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你在舞台上就会变得更自觉一点。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出现了你的两幅剧照哈，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应该是跌雪里的是吧？对，跌雪里的时候就那个大劈叉那个动作。嗯，还有一个就是打金砖的剧照。嗯，哦，两个戏哈。对，真是非常的英俊潇洒。谢谢。陆锦花老师呢特别喜欢张雨峰，他曾经呢在美国专门给你打电话，也给剧院打电话，要求剧院为你排戏。对对，因为泰老师呢他一直是住在美国洛杉矶，虽然说我们平时不能经常见面，但是因为通过这个电话我们经常联系，然后老师呢也经常通过别人通过他的亲戚，通过一些路派的戏迷然后专门来就是关心我各方面生活啊，然后工作，然后老师在应该是前几年他去美国之前他给我们单位写了一封信，老师呢就希望我作为第三代的弟子，希望我能把这出珍珠塔能继承下来。嗯，就这样子。嗯，珍珠塔。今天呢我们在场的戏迷也想看一看他精彩的表演吧。好，有请张雨峰。来，有请。
想啊想呀，今日从你怎不叫人错尽生行啊。想今日传功则归转熬顿，一笔清点彻底帮，不论先前生生苦，安算抚养前行忙，官有无情绪爱女配婚姻，千里送您为吾娘，写表记落秋庭前曾知他，真诚相待心意上，老方本与小彩屏戏中送炭我更难忘，此番我得天心上故乡养，我不免有关给拜无关养，一来是四音茶坊明天往日狗笑不别讲，唐山姑娘不变样，莫怪我一笑晚上羞一样伤。好，谢谢谢谢张雨峰为我们带来的珍珠塔的精彩片段。是，哎呀，看到这四位年轻靓丽的我们的这位 女士哈，他们在台上塑造的是男儿，但是在台下呢，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女儿心，而且我听说你们在舞台上也大胆的可以反串一些角色，是吧？这是单位，杨平拿笑了，单位安排的反串的。你都反串过什么行的？酒精姑娘、啊、女人女人女人，那叫反串，那叫本色啊。酒精姑娘，这应该是旅派花旦是吧？对对对，旅派花旦。以前学过吗？我从来没有，第一次反串。其实当时我们领导院长要求我演酒精姑娘的时候，我也傻了。你看你看这招，这是在什么时候照的？一副舞台，我们就是我们粤女争锋两届粤女争锋的金鹰奖，一台反串节目，那个看的人可多了，是好看，票子全部曝光，对，哎，那你听到你的这个粉丝们给你这个评价如何呢？你知道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叫九哥，我，哎，这个名字结合的非常好，人家演的是酒精姑娘，不是，对，因为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因为平时也小声的，然后在台上时不时的还是会露出那种小声的那种动作，然后力度啊各方面就是过了，然后人家就取名叫九哥，非常难听。看来你把酒精姑娘演得很阳刚哈、啊。就是最让你难以处理的动作是什么？你觉得？就是扭啊，这个扭啊，实在扭不来，我会扭到后来就同手同脚的扭。一顺边了，一顺边，然后我在家里就天天唱，因为从来没唱过旅派嘛，然后就嚯哈家，我儿子都会唱了，一到唱里妈妈嚯哈家，就唱不了嘛，要没办法。那你现场想不想给我们再次的回顾一下酒精姑娘的身段？你看我们的戏迷这么热情，我也想看，我特别想看。不是，我在台上的是为什么？女老师就嚯哈家，就是要开始这样走了，然后我就走不来，我就会顺手顺脚都会这样出来的，然后特别是这种
垫脚啊，什么这种东西，我永远都做不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挺好，你们看那个动作就是很大的，人家花旦大哥可以到这里，我可以到这里去的。还是按照小生的步伐，就是不行。反串的那个角色其实比自己演太大的压力还大。对，每天洗澡都在唱，你知道吗？疯了，也有感触。对，我是那个时候演成老太婆嘛，让我演赖婚记，哎呦，真的疯掉了，就是。你反串的是什么行当？赖婚记就是演老太嘛，老蛋。对，而且是带有点丑的那种，对，有点彩蛋的感觉了。对，唱的可好了，哎呦，没画一个痣，我怎么带一痣子？那个是疯，你演的，还真有。我们那个赵老师特别适合演刘姥姥的形象啊，他就老爱反串一些什么刘姥姥、赵姥姥一类的。哎呀，王青啊，你给我们那个示范一下，你当时这个老太婆什么样？彩蛋是怎么来的？来，给点掌声，给点掌声。这种感觉走路，你知道吗？很奇怪的，就是，就跟完全小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然后每天就对着镜子像发神经病一样的。我妈妈说你干嘛呢？每天也是自己自学的，是吧？对。哎呀，我爆料一下，王青呢，我特佩服你，因为这次啊来到我们青春戏院录制节目，是他第一次复出。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生完宝宝才3个多月，身材恢复的这么好，身材非常好，没有，还是胖的，生了一位小女儿千金哈，这个为人母了，肯定是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处事啊，都会不一样了，都会有一些改变了。是的，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了，毕竟做妈妈了嘛，变得平和了很多。对，肯定是这样的。只要是孩子好的话，演小生演丑婆都一样，都无所谓了哈。但是王青呢，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多才多艺，喜欢唱歌，真的很好。真的吗？他音色好听。赵老师不相信。民族通俗。你得唱，你得唱一个，露一首。那我给大家演唱一个那个《画心》吧。这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歌是吧？好，来，我们掌声欢迎。见你的歌喉哈，演唱歌曲。对，王青呢现在身为母亲了，其实在座的四位呢还有两位也深有感受，杨婷娜和张雨枫。我孩子最大了。啊，你孩子有多大了呢？我7岁了。孩子有7岁了。他小孩还是个双胞胎呢。哦，双胞胎啊。儿子女儿啊？儿子。哎，我们看看这是谁的儿子呀？这是张雨枫的宝宝。哎呦，太可爱了。这是他几岁的照片呢？这个应该是1岁多点吧。那现在呢，宝宝又几岁了？现在5岁。有5岁了。对，5岁了。那平常你一唱越剧，你们家宝贝有什么反应啊？就是这样子。他第一次看见我在电视当中出现，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看看我，
看看电视，居然一直看着，他说一样的，他说一样的，一样的是吧？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杨婷娜的两位宝宝吧。嗯，双胞胎。哇，多漂亮！这是小时候照的啊。小时候了。七岁不能长这么小。世博会的时候。七岁不能长这么小。啊，对对对对对，现在上一年级了。哎。嗯。但是他我只要电视里放我，比方说我们要子玉猜，我们有三个小生，嗯，像我峰峰桑桑三个人在台上，我就说你找呀，哪个是妈妈，肯定没错，这个就是你呀，就你扮上戏以后，马上能认出来，马上就能认出来，嗯，就是，但他不喜欢看我演出，为什么？为什么？他就觉得画了这个脸怪怪的，就不真实了，不真实了，或者生活的。小的时候还会唱，比方唱《天上掉下林妹妹》，我两个孩子嘛，一个唱花旦，一个唱小生，还能唱，这得合适啊。我那个小的，你没看我剪了个短发，其实他平时蛮女性化的，声音也嗲嗲的。那个男大的就是要男孩子，声音粗粗的。所以说我就分配工作，你唱贾宝玉，你唱林妹妹。然后小的时候肯唱，现在不肯了。以前重阳节在幼儿园里面，他们就两个人飞奔开始唱，唱得很好啊，人家爷爷奶奶看得可开心了。你怎么会唱啊？因为妈妈是演员，你知道吗？咱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这些为人母的演员们吧，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啊。李晓旭6月21号刚领的证，来，咱们掌声祝贺一下吧。祝贺新娘子啊！啊，李晓旭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时尚的女孩子，还有很多这个青年人特别喜欢听这个流行歌。嗯，我相信我们现场有很多也喜欢听。小旭唱的不错嘛？哎，想不想听一段？来，小旭给我们唱一段流行歌吧。来，有请。你别说 B 派的唱腔真是有特点哈，这个尤其是 B 派一些剧目，比如说三笑当中的唐伯虎点秋香哈，卖油郎的卖油郎，他塑造的那人物都比较有幽默感，他和这个陆派完全不同。哎，我看了这个陆派的戏以后，尤其是看了张雨峰由京剧改的那个大金砖，我很受震撼。知道这个张雨峰在台上这个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个眉宇之间有一种锋芒。哎，看他的名字，你怎么都不能跟一个特别婀娜多姿的女性的形象联合在一起。他在台上演的那个刘秀皇帝也是非常的硬朗，尤其是僵尸的那场戏啊。这个看了以后让人震撼。哎，这个怎么从京剧当中移植过来这么多的武打动作？其实说这出戏里面的这些技巧动作以前都是我们戏校毯子功都要训练的，因为我有这个底子，然后呢在越剧舞台上还比较少见。应该说像这么一个组合的话应该是很少。对，但是呢我们这儿有一张反差挺大的，跟那个刘秀皇帝不一样的这么一张剧状，非常珍贵，大家看一下。能猜得出来哪个是张雨峰吗？我们现场的林黛玉吧。哎呦，你们慧眼识珠哈，看出来了。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什么情况下？这个、是在2009年第二届粤女争锋，我们那个反串晚会那个项目。我跟建红，少白的建红，董建红，对，和你反串，对，花旦演小生，小生演花旦，对对。你这个反串青衣，反串花旦，这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说很包括老师啊同学他们都说你扮上样子挺像的，没错，但是就是千万不能动，一动就太吓人了。他这个扮相挺像的，但是脚步啊那个台步实在是太大了，这赶不过来，特别硬，感觉收不住哈。对，让你觉得最难去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好像跟那个宝哥哥去抢那本书的时候。哎，你给我们再示范一下。现在吧，今天你没事，你今天带着这个这么漂亮的丝巾。来来来，给点掌声。
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在排练厅的时候，我去抢那个树，我就是就这样去抢，直眉瞪眼，然后对，然后就特别硬，然后呢，方亚芳老师啊，然后包括我们那些记导，他们就说，方老师就说，你要去抢之前好像有要有那种呼吸，啊、好像要这样子去抢 啊，然后呢，我就按照他这个，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好像上下身都脱节，好像特别不协调。真不容易哈，也难为了我们这些小生演员了。那今天呢，来了这么多的戏迷，是他们的粉丝，你们想对自己喜爱的偶像说点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给你们一个圆梦的环节。好，站起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方云磊，我非常喜欢王青姐姐。姐姐你好，你好。第一次见到你非常的开心，看过你很多的表演，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个，影派的沙漠王子，然后我希望能够听您现场唱一下那个算命，谢谢。好，来给我们欢迎。岁不静儿，心悲存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可盼我有梦不能还有哪位戏迷要满足心愿？好，你好，我特别喜欢李小旭，我喜欢你的B派的唱腔，喜欢你帅气的扮相，还喜欢你可爱的性格。然后这次呢，也希望能借青春戏院的舞台，欣赏你的《卖油郎探五更》选段。好，谢谢。你瞧瞧，哎呀，我们的戏迷都特专业，而且有备而来啊！不仅点出剧目，而连唱段都告诉你。给我们演唱一段。好。耳听得三更敲，端一篙，静悄悄，家家都在梦中，姑娘此刻。安慰道，愿意为我挑担没有多辛苦，想不到他清流的生涯也苦恼，他把天当苍鹰在身香，苦叹他红颜女子多薄面。
夜风吹来自古好，他何以而我了谁我特别喜欢张雨枫，然后昨天晚上看他彩排的时候，然后他正好要演那个珍珠塔里面的出金，然后是一个官绅的一个扮相，我就觉得哇好帅，我就说哇，我说你好帅，跟花痴一样。然后我特别想现场听张雨枫唱一段送花楼会的选段。好，送花楼会。请匆匆蒙命把花送，哪顾得可是一年十当空，避过了门房宽袖人，进得府来落无穷啊。好，陆凯的唱腔。那还有哪位戏迷想对你们的偶像说点什么？我是一名杨柳丝，我非常喜欢杨缇娜姐姐。我觉得她在台上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生，在私下里呢，她却不失一种女人特殊的气质，有时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那么亲切。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真假驸马》里面的晴天霹雳将我震一段，谢谢。哎呀，今天呢我们这戏迷也来着了哈。对，因为他们四位远道而来，三位来自上海，一位来自南京。是的，跟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和戏迷朋友们相会也是个缘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他们在剧中精彩的表演吧。我们这样，我们请杨婷娜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演唱好吗？好，有请。来，有请。晴天霹雳将我万事悲啊，说不出是忧还是恨。说我贼，是我同胞所生。我千辛万苦的老母亲，为我在是我日思夜想的激发起，害我在都是我想尽想开是结
招，乱生兄弟我成凶阵，我正在未来图什么是今是是今是是不算是真不算真，听一样你保我终身有百问，为什么拖拖不用想我怎么办？我跟着一起跪吧，还是怎么着？紧张呀，肯定是。我要到你这里来，我说要来修炼几天。我说，悲伤、郁闷。好。